怎么样？这件很开运吗？老师，这个开运假睫毛真的很开运呢。人家是国师哎，你觉得呢，陈嘉玲？不要问我这个问题，你看不出来我现在压力很大吗？来，凑下去。这簿记呢？到处就有人感应啊！你看那个什么唐启阳老师，都会吃，都懂吃，吃到变成功。妈妈，你好吃呀，我好吃。死我了，终于可以不用再为金钟奖减肥了。这家猪脚真的好好吃哦，受不了受不了了。美味しいね。皆さん、乾杯。はじめまして、私はロースです。你凭什么可以抢走我的客人？你凭什么这家店可以归你管？凭什么整间店只有他有电风扇可以吹？人家是国师哎，你觉得呢，陈嘉玲？不要问我这个问题，你看不出来我现在压力很大吗？我怕他，不要我妈妈。嘉玲啊，妈妈跟你说哦，我们入围啊，就是肯定。而且你还双胞胎呢，来了，放轻松了，喝茶喝茶。怎么样，这件很开运吗？导师，这个开运假睫毛真的很开运呢。导师，是这样子的啦，今年我要主持金钟奖。什么奖？金钟啊？金钟奖啊？来凑这个，如日中天，万众显意的，介绍给你。闭上眼睛，想象你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的时候，再想象台下坐满观众的时候，最后再想象你手中握着40公分金钟的时候，来凑下去。这簿记呢？到处就有人感应啊。